晚上好。Kiki 晚上好啊 ，Kiki 啊。看他那炮屎有多大炮啊！太也来啦，一次爆两炮，怎么听起来很像变态啊？靠背哦，靠腰。啊，你不要骗我，我在看你牌哦。我百川没，我刚刚选了一个百川的没。你又被我吊起来打啦，可以吃补方吗？当然是，干你啊！先买那个嘞。吃补方，吃补方。被你发现了是不是？我怎么弄那个？要解释哦。干你啊！跟我拉枝单挑，有没有搞错？啊，所以苦瓜可以吃吗？不行啊，靠背哦，我满血啊，给他吃掉了。我现在逆风当然说不行，难解。你操！倔哦，倔哦。偷买小把球，王八蛋！干嘛干嘛干嘛，耍猴戏哦！干，还想偷吃哎、欸，丁老师哎、欸，想偷吃，他怎么暴击？暴击傻小啊！妈的，你想偷吃哎、欸？开玩笑啊！你要给我偷吃？被抓到，有点尴尬。这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注意的，靠背。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要偷吃了？我先吃一吃。妈的！你现在一定会偷吃，我先吃一吃好了。白痴，我有法球，我吃不吃根本没差。在那边偷吃哎、欸！他干好了啦，一杀定胜负了啦。不累吗？注意的。操！干嘛干嘛？没被扭过是不是？先吃掉，先吃掉。你看，你先吃掉嘞。放我，呜！超痛！在什么牌？再见！出牌啊，输赢啊！你要会 A 牌吧？真的不动都丢不到。我以为你会抖动一下没，谁知道你连抖都不抖啊！真的没有在抖的啦！哎、欸，那什么，你要什么配装？哈哈哈！太小了。啊，被你看到了！靠，妹妹，你看到了。这都被你看到，有点尴尬。哎！怎么这样？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哎，两个都差一滴，怎样？而且我还瞬移想要闪你的那个哎、欸，结果没闪到，靠杯。可以回补的吗？可以啊，补啊！你刚不是回去过了？我没有回去，我根本没回补过。你老师哎、欸，偷补。干嘛？球判、球员、裁判都是我的人。看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有点妖羞哎、欸，回补嘞。喂，单挑有在回补的哦、喔，他、啊、单挑不能回补啊，不行啊，站好啊，啊不傻帅啊，怎么两个都空招啦？两个猴子，
等到我们掉。我在耍猴戏啊。小猴子吱吱叫，肚子饿了不能跳。我习惯用拳头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啦？拍谁啦？他甩啦啊！啊，怎么两个一直空招哦？哎、欸，中了哦！啊，拍谁？来不来呀？看一下我们两个要打多久啊？不会啊，打，尽量打。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感觉到了。你要死了啦！你要输了啦！这是哎、欸。没事，他被我屌虐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那个二弟比我阿妈还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你普攻那么臭，干你脸！你干我出装？他出还不能投啦，鸡！六分钟啊！那他普攻那么臭啊？你干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刚刚误攻拉直是不是？哇，你打破迷思哎！普攻不就好了？冒感觉二，一旦冒皮，干你一定是没，你一定是没看过泰拳呐、啊！好痛！泰拳没在跟你在那边丢火球的，直接用揍的啦！因为我们带百川啊，他在这边出魔工装北七。带百川呢、欸，要死啊！干他妈有够痛呢、欸，破阵拿出来吹、啊，被破阵打爆头哎、欸。